我是故意的，是故意输的嘛，对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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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接下来要接受惩罚了，就是等会儿呢，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来放音乐，然后要根据不同的音乐的那种氛围来拍不同情绪的照片，然后还要用到我们的道具耳朵，两位一起的哦。啊，我又没输。共患难嘛，对不对？感受一下，对吧？嗯，来。来，第一首歌。好，下一首歌。那看亲密的，太敢亲密的，远点。羞涩。